你要打上级还是初级？你要哪个？打初级就好了啦，上级他妈的我过得去才会，四千多赞，我操！来来来来，好，我在初级等你哦，等你进来。我看我就先练好我的名字的中文。嗨，开撞车，太初级了。啊，苏发尼呀，妈妈的鸡巴吧！我在谁？卢奥手。哎呀，来点，来点本本。你看到那泳装了吗？哎，等等，我好像没有给他说套上去。他有啊。哦，我有套，真假？我还没换回来。啊、我新泳装吧，你那天只是一般。啊？我们有。你那个是一般，你那个是你所讲的什么东西？一般服装啊，一般，就装饰用的。脱下裤子穿的。我来造人喽 ，fuck off！ 来来来，我等下那个在哪？啊？没有、啊，这些怪物在砍石头的时候伤害本来就很高，异常的。先把那棵树给干掉啊！哦，你也是树。我只觉得我要靠近，就不该。我还拿到一个什么天虫都没人叫的剑士，我操！哦，那个其实不错用。哦，这 AOE 也不错。开始，直接开打。滚啊 ！Fuck off！ 我可以把人 K 到隔壁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把人 K 到隔壁去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都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边有一波砸你啊！哎，你那个比较不一样，我的是名副其实的，真的把对方打到隔壁去。我操 ，Humphrey 是什么鬼意思？我操，他是全挡住我。他把老子打到死。哦，对，他常常这样，他常常这样。然后我们那个手粉。啊 ，fuck， 完了，摇摆，石头。没事，你们打石头，我打这一只棒槌。还要撑多久啊？哦，六，五，四。直接低呼，妈的 ，fuck！那个石头快倒了，我才发现，哎，那个石头快倒了。你知道任务内容是不要开大招完成任务对吧？那是你们信的吧？也是，而且谁知道？哦，你贡献最多哎！哦，伤害低到必须要连大招不开，我他妈伤害低到要开大。好了，再来一次。也是啊，又要 fucking die。准备出声 ，fuck that， 来我，让我看，那个让我试试 ，fuck that， 赖脸 ，what the fuck？ 哦，我的游戏又有活动嘞，哎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搞一下我。这活动马上就回来。哦，你的游戏活动。我有很多游戏。哦。啊。哦，你的游戏有。反正不是超激动的。又要挡那个石头。Yep。OK， 我马上捞贝，马上捞贝，马上回来，拜。Into the moon。哇，十字斩真的，什么年代还在用十字斩？谁跟你十字斩？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突然想问，对面突然爆，哎呀 ，boss 干掉，中爆，大瑞斯，哎，还敢下？刚才今天根本不是问这个问题，你问啊，反正也没差，我到最后都还会回答。不太适合问，是那种 FBI 会敲门的那种吗？咚咚咚 ，FBI 我们咚。是吗？哦，不是。是核灾等级的那种吗？问题吗？不
是让 YouTube 变掉对方的那种等级吗？这个飞鸟还蛮好用。哦，飞鸟，以新手来说很好用。好吧，所以到那个白色那个东西，那是胸口那个白色一片的东西，到底是三小作用？什么游戏？天皇吗？哇，你说是这还要斩杀机？我不是。模型的白色鳞状，那个白色一片的，那个到底是三小作用啊？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犯蠢了？我操，这个我不知道那东西有什么作用。那个东西是要塞在胸口中间那里面的。你要把贴纸，你那个白色的片那一块上面。我后来看说明书，我才意识到这一点。哦，我塞了。哦，你有塞哦。Consider twice before me.